时间终结四重奏是法国作曲家梅桑在二战被俘虏期间构思和创作。1941年梅桑和另外三位同是囚友的演奏家在战俘营进行首演。今集节目会为大家带来港大缪斯乐季，为纪念时间终结四重奏首演80周年和港大音乐系40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，有钢琴演奏家罗乃申联同张文瑞、冯日山、叶俊熙用小提琴、单簧管和大提琴为大家诠释这首弥足珍贵的经典名作，感受一下作曲家当时受到战火洗礼所带来的震撼。同时亦会世界首演陈锦标博士受梅桑启发而创作的新曲《雨洒答》。
Thank you.
Mm-hmm.
Thank you.